用不同形状的鱼缸加上灯光效果及布景，这是 Art Aquarium 一直以来的创作灵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y， 我们现在在 Art Aquarium。 Art Aquarium 自2007年开馆，除了在日本各地展出外，也将展场拓展到海外。而位于东京银座三月百货楼上的展示空间是他们的常设展览。今年夏天 Art Aquarium 策划了银座金鱼特展，从6月30号起到9月26日止，大家可以来银座观看看这奇特的金鱼艺术。除了网络订票，也可以在九楼现场购票，把票给工作人员看过后，会被指引到八楼入场。接下来是我帮大家做的展场简介。